开个组，开个张。 他加下，确定，加下还在，哎，小的口了，小的口，小的口上，漂亮。我他妈七十七哥，你把我人头给我 K 了。啊，我开个张嘛，要不然那里面锁我了。那万一我战绩负了，我还没开张呢。我战绩负了，队友骂我怎么办？ 扎下，小刀口了，跳板。小刀学长掉了没？哎，这么萌吗你们？ 前方烟雾弹，前方烫，盲点一个六十，盲点有个狙，盲点右手直角藏着呢，掉了。火车后一个 A 爆一个，火车后一个，火车后区，掉了。 掉了！又他妈把我人头K了！刚刚我看他的鼻子，是不是在 A 下的包？不出意外一刀，跑到我的那上。95人头又让你 K 了，屁的就是。 这不是我打的，我没打到。现在去。三十，三十，小刀挂窗。这局好快哦，这局。哪了？小口了，小口，小口，小口。小刀，一点有个。 后花有个30的那会儿，在地上。今天手感不好，打到。我会更努力。怎么是手下拿个狙呢？小心前方烟雾弹。天降正义了。长城爆破弹。 闭门狙，去 A， 他应该荣耀之巅了吧？要6:10，这把打完。哦。